如果後面坐嗰啲唔介意咧，你坐嚟前面好唔好啊？個理由咧就係因為咧，有時我哋即係睇見嗰啲即係人好分散啊。咁啊，一來咧我自己即係好焦慮，我都唔係幾知應該點講。咁啊，坐喺中間嗰條線後面嗰啲咧，請你哋如果唔介意嘅話，坐上嚟前面。咁我哋咧就即係比較集中啲人，即係我自己個心都定啲嚇。好啦，咁啊。多謝大家，我哋今日咧就要睇呢、這個我哋今日要想睇咧係創世記第四章嘅人嘅問題同出路。咁啊，我哋已經咧睇創世記已經睇咗好多次嚇，我盼望咧即係我講嘅廣東話咧你聽得明嚇。如果你聽唔明咧，完咗之後咧你可以嚟問我。如果我講的粵語啊你聽不懂的話咧，你可以這個玩的時候你來跟我討論一下嚇。我的普通話還是比我的粵語要好一點的，我想啊。那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即係唔好介意下我哋講完之後呢，或者呢你我大家有啲嘅分享同埋有啲嘅討論好嘛啊。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講嘅創世記第四章下，我哋講話呢人嘅問題同埋出路。我哋先呢讀一讀呢、這個經文，點解會有一橛冇咗光嘅個 screen 喔、哦、呢我個 screen 嘅問題，唔係你個 screen 喔，唔緊要啦。好啦，我哋一齊讀喔好嘛。亞當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生了該人，就說藉著神耶和華嘅幫助，我得了一個男兒。他又生了該人的弟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人是種地的。有一天該人把地裡的出產拿來當作禮物獻給耶和華，耶和華也把亞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些頭生的和羊的脂油拿來獻上。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他的禮物，只是沒有看中該人和他的禮物。該人就非常憤怒，垂頭喪氣。耶和華對該人說：你為什麼憤怒呢？你為什麼垂頭喪氣呢？你又行得好，豈不可以抬起頭來嗎？你又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口了。他要纏住你，你卻要制服他。該人對他弟弟亞伯說：我到田間去吧。他們正在田間的時候，該人就起來襲擊他的弟弟亞伯，把他殺了。耶和華問該人：你的弟弟亞伯在哪裡？他回答：我不知道。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嗎？耶和華說：你作了什麼事呢？你弟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呼叫，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了你弟弟的血。現在你要從這地受咒助，你種地，地再不給你效力，你必在地上流離失所。該人對耶和華說：我的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承當的。看啊，今日你趕逐我離開這地，以致我要躲避你的面，我必在地上流離失所，遇見我的都要殺我。耶和華對該人說：絕不會這樣，該人殺該人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人立了一個記號，若遇見他的人擊殺他。於是該人從耶和華面前出去，住在伊甸東邊的挪德地。我們讀這段經文呢，我估或者如果你第一次讀可能咧冇咁快吸收得到佢嘅意義。咁呢個咧係人墮落之後啊，第一次犯罪就係犯法咧，你可以話。當時又冇法的，犯嚴重嘅罪咧，你可以咁講。嗰、那個罪咧就係該人啊殺咗佢嘅兄弟亞伯。咁呢兩兄弟就原本咧係即係亞當同夏娃嘅投生嘅兩個兒子，咁居然咧兩兄弟咧就不和，或者話該人同亞伯不和，咁該人咧就殺咗亞伯。好啦，咁我哋睇呢段經文咧有好多問題嚇，我相信我哋有好多嘅問題。咁啊，第一個為什麼點解？我估咧就係點解耶和華看中亞伯，接納亞伯同埋佢嘅祭物，但係咧就冇睇中該人同佢嘅祭物呢？咁樣呢個呢我估係我哋經常查經嘅時候第一個問題，或者你主學嘅時候第一個問題。點解該人獻祭耶和華不悦納不看中，亞伯獻祭耶和華就看中呢？咁
咁其实呢你要知道呢係该人开头㗎喎，即係该人开头带头去献祭嘅。咁阿伯呢见到佢献祭，佢自己又去献祭，咁跟住佢去献祭。咁所以呢即係该人呢就应该觉得我行头做呢件事，我向神献祭係我对神嘅心嘅一个表示。点解神唔接纳我嘅祭物反而接纳阿伯嘅祭物呢？咁呢个係一个好大嘅问题啊。第二，你都有个理由得㗎，即係咩原因神接纳看中呢、这个该人看中阿伯嘅祭物，唔看中呢个该人嘅祭物啫，有个理由得㗎。咁圣经呢就好多嘢冇讲我哋听喎。第一呢佢又冇讲我哋听话呢，佢哋点知道神睇中佢嘅礼物系咪上帝耶和华神呢将火从天上面降落嚟烧咗阿伯嘅羊同埋脂油，然后呢冇降火来烧咗该人嘅献嘅佢种出嚟嘅植物呢？咁样我哋唔知道。总之呢佢哋两兄弟都知道话呢阿伯同佢所献嘅被耶和华接纳，该人同佢所献嘅不被耶和华接纳，呢个系事实。好啦，咁点知道唔知喎，点解又唔知？咁好多人呢有好多猜测啦。基本上边呢有三个理由，系咪你分析佢梗系我估呢係可能得三个理由嘅啫。第一就是个人，即係上帝唔接纳佢个人，所以呢就唔接纳佢嘅祭物，即係上帝唔鍾意该人，或者话睇唔中该人，所以唔接纳佢。第二，上帝睇中阿伯，所以接纳佢嘅祭物。个人嘅问题係人嘅问题，第一个。咁人咩问题？即係态度嘅问题，佢献祭嘅内容，佢嘅动机，佢嘅心态，呢啲呢就係归入喺人嗰个范围啦。好啦，第一、第二系个祭物，佢嘅祭物呢就阿伯献嘅系动物，系羊，同埋佢嘅脂油。耶和华呢就鍾意食羊，鍾意食嗰啲脂油，咁就收咗佢。耶和华呢就唔鍾意食嗰啲物，唔鍾意食佢献嗰啲嘅地嘅出产，所以呢就唔要啊，系献嘅物嘅问题啊。第一是人的问题，第二是个物献之物的问题，第三是他的职业的问题。意思说呢神不喜欢种地的人，所以他出来的东西神都不接纳。神喜欢那些耕神喜欢那些牧羊的人，所以他们牧羊出来的产品神接纳。是三个可能的，第一个人，第二个物质献的物质的本身，第三那个职业，是三样嘢。咁第一呢我估呢就唔可能系个物质嘅本身嘅。个理由呢就因为呢喺下面啊去到出埃及记时候呢，神呢就叫摩西呢吩咐嗰啲以色列人可以献牛羊，亦都可以献植物，可以献呢即係麦啊，可以献即係地嘅出产啊咁样。第一个出产可以献俾神，有数制嘅所谓。咁所以你可以整面啊咁样嚟到献俾神，所以呢就唔可能系个物质嘅本身。如果系神比较鍾意啲羊同埋嘅脂油，咁点解后来又叫嗰啲人献植物啫，献素祭啫，冇可能嘅事嚟㗎。咁所以呢照睇呢就唔可能系个祭物啦。意思话神接纳阿伯所献嘅羊同埋佢嘅脂油，个理由就唔系因为神鍾意嗰啲羊同脂油，不鍾意呢个不喜欢呢个该人所献嘅佢嘅麦子或者佢嘅面啊咁样等等嗰啲。我估个可能性就好低啦。咁好多人呢喺呢度做文章啦，就话呢阿伯代表嘅系神嘅后来对人嘅牺牲，神对人嘅即係耶稣基督对我哋嘅献祭啊咁样之类。我觉得呢啲呢就系自己諗嘅啫，即係冇可能系呢个原因嘅。所以呢圣经呢就冇讲，亦都呢冇话俾我哋听即係点解。但係呢第一个可能性呢就我估唔会系因为个祭物嘅本身。第二就唔会系个职业。因为呢好多人就牧羊呢好啲，牧羊呢就依靠神多啲等等之类。咁啊你点讲都得啦，个问题呢就我估唔系嘅。因为呢所有嘅职业呢应该呢就都系喺神嘅面前系可悦纳嘅。意思话你耕种又可以，你做生意又可以，你做乜嘢都可以。咁啊，旧约新约里边咧，照睇咧都冇话咧某一个职业就比第二个职业咧比较圣洁，冇咁讲。
咁既然唔係咧，就唔可以話咧，因為亞伯種羊，亞伯去牧羊，所以佢咧就做嘅嘢比較神喜悅啲。咁啊，該人去種地耕種咧，就神冇咁中意，所以就唔接納。我估啊，唔可能嘅，呢個咧唔會係理由。所以咧，雖然聖經冇講，我估咧就唔會係個職業嘅問題。咁啊，剩翻落嚟咧就係、是、個人啦。咁啊，呢個咧最可能啦，因為咧。你睇个经文嘅本身咧，佢话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没有看中该人和他的祭物，就系个人啊。先讲把个人，佢唔系净系话咧，神看中亚伯的祭物，佢唔系咁讲，佢话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又不看中该人和他的祭物。咁即系话咧，个人咧就系个问题啦。咁咩问题呢？圣经又冇讲啦，估计咧就系个人嘅心态问题。你献祭有咩问？有咩心态啫？一系咧就贿赂神，我俾啲你，咁你咧就俾多多我咁样啊？呢个第一个心态咯。第二，我咧想表示我好有对神嘅尊敬，所以我演嘢俾你睇，你睇我中意奉献啊咁样。第三，可能咧佢有其他嘅点知啫？佢有其他嘅动机，佢有啲自私嘅动机，佢有啲同人哋比较嘅动机，佢有啲。我哋讲唔清楚个动机，圣经冇讲，但系咧上帝睇人嘅心，咁我估咧佢因为上帝睇人嘅心啊，佢就睇得出咧亚伯献嘅祭嘅心态就比该人献祭嘅心态好，咁所以咧佢就悦纳亚伯呢个心态，并且佢嘅祭物，而不悦纳该人献祭嘅心态同佢嘅献物吓，即系我估啊，应该呢个咧就系、是。最好的解釋啦，但系咧，既然聖經冇講清楚，我亦都唔可以太多嘅猜測。咁我哋咧就停喺呢度，估計咧就係咧，該人嘅獻祭雖然佢行頭獻，亞伯係跟住佢。雖然咧該人獻係佢自己地出產，我估係最好噶啦。咁咧就神咧都唔悦納，個理由咧就因為佢獻祭嘅心態唔正確，或者佢係為咗自私，或者佢想咧賄賂神。咁呢个咧系第一个嘅为什么？第二个为什么？哦，唔系，咁啊呢个为什么解唔到嘅时候咧，我哋点样睇呢段经文啫？你睇呢段经文咧，就睇上帝点同该人嚟到应对啦，点样同该人嚟到互动啦？上帝点样同该人耶和华点样同该人嚟互动啫？你睇咧，圣经咧就冇记载耶和华同亚伯讲嘢，反而咧。佢记载耶和华同该人讲嘢，讲咗几次，咁你又知道咧呢、这个重点咧就喺嗰度啦。意思话咧呢段经文想讲嘅就唔系话点解神冇睇中该人同埋佢嘅祭物，而神睇中亚伯同佢嘅祭物，佢唔系想讲呢样嘢，佢想讲咧就讲话佢同该人嘅对话个内容个里边，因为嗰个系讲俾我哋听啊嘛。佢既然讲得俾我哋听，咁我哋就要注意啦，所以我哋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应该个注意力放喺神主动同该人说话嗰个嘅内容个里边。咁神同该人讲乜嘢啊？耶和华对该人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你又行得好啊，岂不可以抬起头来么？你又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虽然冇睇中该人同佢嘅祭物，但系神主动同该人嚟到讲嘢。佢主动同佢讲嘢，要求咩啫？要求佢行得好啊，行得对，你做得啱。佢话如果你喺呢个情况之下，你喺我冇睇中你同你嘅祭物呢、这个情况下边，你呢件事发生咗之后，你做得对，咁你仲系可以蒙悦纳噶。唔系话咧，我悦纳你，净系悦纳你同你嘅祭物嘅咋？你如果喺我冇接纳你同你嘅祭物嘅时候，你做得啱，之后你做得啱，我一样可以悦纳你。即系呢个系上帝讲法，呢、这个就系我哋要揸住同埋我哋要注意嘅。读经咧就要咁读法，我哋讨论嘅时候咧，你其实教主学咧就要咁教法。你同佢话咧，我哋猜测吓，上一两个礼拜前我喺一个。国语嘅小组嘅里边，佢哋嚟讨论呢段经文就系、是、咁样啦。成个时间咧就系、是、大家讨论猜测点解咧亚伯嘅献祭上帝接纳。其实嗰个重点唔喺嗰度啊，那个重点咧喺耶和华对该人讲嘅话。
耶和华对该隐话咧，喂，点解你嬲啫？你点解垂头丧气啊？即系嬲，同埋咧个表情系垂头丧气，觉得咧好似唔值得再做落去啦咁样。佢话如果你而家做得啱啊，咁你一样系可以蒙悦纳噶，你可以抬得起头嚟噶。你个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做得唔啱，咁就弊啦。佢话咧个罪就缠住你啊，我唔接纳你个罪未必缠住你。你如果做得唔啱咧，呢个情况之下，罪就会缠住你啦。咁佢仲俾佢一个机会，你却要制服他，仲可以嚟到做得啱嘅。好啦，咁而家要求讲咩啫？我哋咧要面对我哋嘅失败，无论啊，你嘅失败系上帝俾你嘅，你嘅痛苦系上帝俾你嘅。你而家身体唔好，得好多病；你而家工作唔好，得好多嘅困难；你经济唔好，你家庭唔好，你好多原因唔好啊。嗰、那个呢就是我哋注重嘅，我哋希望呢上帝俾我哋一帆风顺，上帝俾我哋样样嘢做得好快乐好成功，有一个美满嘅人生。耶和华呢好似就唔係咁睇喎，佢就话呢，你若行得好，在这情况之下，在这失败不被接纳的情况之下，如果你行得好，你就可以抬起头来了啦。你就可以被悦纳啦。嗱，呢个咧就系神要我哋噶啦。我唔知道神俾咩情况你。今日我哋人生嘅里边好多嘅困境，好多嘅难处，我哋好多搞唔掂嘅嘢，好多嘢咧系解决唔到嘅事。我以前讲过，我话我啱嚟美国嘅时候，几十年我嚟美国嘅时候，我哋嗰阵时要争 tenure 噶嘛，你知道美国有争 tenure。咁咧就佢咧就唔係睇你咧，我喺嗰個大學裏面，佢又唔係咁睇你發表幾多文章喎。佢睇你咧就係攞唔攞到錢啊，喺政府度攞唔攞到 research money。咁我攞唔到咧，就我自己心裏面哇五年啊，真係好哇，真係好辛苦啊！每日去翻工又做好多嘢，咁點樣面對我哋嘅同事同埋老闆咧咁樣？过咗一段时间之后，神自己话俾我听：如果你做得好，神就悦纳你；如果我做得好，神就即系佢意思话咧，你要 keep trying 啦，唔紧要噶，你尽你嘅力量 ，eventually 咧，神会有条路开俾我。咁啊，你话你就系咁啫，或者我冇咧，我继续做落去，神都冇开路俾我咧，一样嘅情啊。无论个情况系如何，你都要做得啱，呢、这个就系上帝要求啦。清楚我的意思嘛？无论你嘅情况如何啊，不论在任何嘅情况嘅里边，喺我嗰时嗰五年之后咧，我攞到个 grant。之前咧，我记得咧嗰个礼拜，我揾我老板，我话喂，我喺度五年咯，即系人哋都升级啦，做 associate professor 攞 tenure， 咁我都喺度五年啦。佢话哦，你 publication 未够，其实我嗰时因为有四十几个 publication， 多过唔知几多人。咁咧就嗰、那個老闆就話你 publication 唔夠，佢咁講啦，就同我話即係明年再講啦。好啦，咁啊翻咗 office， 唔知第日啊，禮拜一我同佢講嘢，禮拜二 NIH 打電話嚟，華盛頓有個人打電話嚟同我話喂，我哋個揾到錢啦，我哋俾個 grant 你啦。咁我禮拜二呢朝早十一點我打電話俾返我老闆話喂我 grant 雖然好耐都申請唔到今次有啦咁樣。下晝啊禮拜一佢同我話你 publication 夠明年講，下晝啊佢就叫個 secretary 打電話俾我。佢話呢你將你個 CV 再送過嚟，我哋呢 promote 你啦咁樣。你諗下即係美國呢好現實㗎、啊、即係呢一日夜四小時之間啊佢講嘅嘢前後不對。呢、這個唔係我要講嘅嘢，我要講嘅嘢話你做嘅嘢要做得對。今日你喺神嘅面前，无论你系咩情况，你要做得啱，你照样做。咁我点样做得啱咧？那个故事我唔讲啦，我讲过，不过我唔讲啦。好啦，我自己觉得我要做得啱，我讲啊唔紧要啊。嗰日咧，佢见完佢之后咧，我话就睇个病人。咁咧，我哋个病人咧，你一睇佢嘅 code 咧，你就知道呢、这个你个 private patient 定系你系呢个系个 hospital 嘅病人。咁点解会有咁分啫 ？private patient 咧就你分得好多钱 ，hospital patient 咧就你睇咗你冇钱嘅，冚唪唥俾晒。医院咁点解会咁样啊？咁啊，我哋又唔讨论啦。好啦，咁啊，我睇我因为嗰日咧，即系下昼心情唔系几好啦，俾个老板话喂冇噶啦，你明年再讲啦咁样，即系你估都系冇噶啦。
明年都是没有的，以后都没有的，那之后怎么呢？就叫你去地牢，就是那个房给个地牢。 我有一次早上回去翻工，我没有告诉你，哇，有个人在我 office 的墙上打个大窿。即是美国人呢，他不要你呢，他就给很多手段你。好啦，咁我呢就嗰日心情唔係幾好，咁我睇下呢個病人，哎呀又嚟犯，不如唔睇啦咁樣啊。當時就想咁，咁哦，第一呢睇下係咪自己嘅病人定係醫院嘅病人。如果係自己嘅病人，咁都有啲錢收啊。如果唔係呢，就即係我咁樣做嘅時候呢，神就同我話：你要行得對呀，啊，你若行得好啊，我嘅責任係幫助人，我責任唔係呢去睇下佢究竟係我嘅病人定係醫院嘅病人。就不是用来收钱的问题，你清楚我意思吗？你要做得啱。那一下午上帝就跟我这样说，他说你要做得啱。那我呢就悔改认罪，就对个病人好好之类，不要闹他。那好了，那呢第二朝早那些时间，如果不是完全是这样都差不多是这样。咁啊，我第一咧，朝早嗰人打电话嚟，佢就话咧：，哦，你我哋揾到钱啦吓 ，we put together some money for you。你攞到呢个 grant， 我哋俾你啊！我即刻打电话俾个老板，老板下昼啊，唔知两个钟头后啊，就揾个 secretary 打电话俾我，佢话please bring back your CV， 我哋咧而家will start proceedings to promote you。你谂下嗱，24小时啊，件事咁样，你又知道咧人嘅反应系唔可靠嘅。你要的是做对的事，在神的面前做对的事。好啦，你说我做对了，神都没有 promote 我，我成日都搞不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医治你，为什么上帝医治另外那个人又没有医治你呢？我刚刚行出去见到一个弟兄，他很多谢我们，说我们为他祈祷。那他呢以前呢就失业。佢咧唔知爭半年咧就可以攞即係 pension 噶啦，就係、是、半年咧就俾人 lay off。咁啊，大家為佢祈禱，希望咧佢唔好半年內都唔好俾人 lay off。咁啊，結果咧冇喎，冇 lay off。咁佢咧就攞到 pension。咁佢而家咧仲有第二份工作。咁佢好開心，見到我。咁我嗰時我就自己諗啦。頭先啱我兩攞咖啡嘅時候，我自己心裏邊就諗啦。我為好多人祈禱都唔一定個個人都係咁樣嘅結果。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個問題就咁啦。你在无论任何的情况里面，上帝要求你的就是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么？不是你若行得好事情就顺利了，那么你就可以抬起头来。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若行得好就可以抬起头来。行得好本身就是神要悦纳你和要你做的事，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好了，该人呢就不听。该人就不听，他呢就唔面对佢嘅失败，所以我哋可以睇该人系一个佢献祭不成功系一个失败，但系我哋面对个失败就要继续做得好啦。失败唔系神睇你最紧要嘅事嚟噶，同我哋嘅睇法唔一样。如何面对失败呢？先至系最紧要嗰件事，清楚我的意思嘛？我盼望大家谂清楚吓，行得不好呢，罪就会越嚟越缠住你啦。上帝唔系停止俾机会佢噶，行得好你可以。你可以抬起头来，就算你今次行得唔好啊，罪嚟到缠住你，你都要制服佢。耶和华嘅说话系咁解啊，佢叫佢咧不断要做得好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断要做得好。咁啊，该人就冇啦，该人咧就叫阿伯出去，我哋去田间啦咁。而家咧就我哋去饮茶啦咁啊，唔係，或者飲茶啫，唔得啊！去茶樓唔殺得人嘅。佢田間咧就冇人睇你咁樣，咪哦？你話我哋去 Mount Washington 度啦，咁上面冇人，咁啊殺咗佢咁樣啊！咁啊，就將佢殺咗。點解要殺住佢啫？呢個第二個問題啦。咁你話誒好簡單啫，唔使解釋。咁我 anyway 我都講一講啦。該人咧就係、是、先主動去獻祭，阿伯咧就跟住佢，所以咧。嗰陣就個調氣唔順啊！我做先嘅嘢，你跟我做，反而你做得好，我做得唔好咁樣，應該係上帝看中我噶。於是上帝咧就唔接受佢。第二啲妒忌啦，係咪啊？即係見到該人被神接納，佢自己唔被神接納，佢咪妒忌咯。第三，佢覺得上帝中意偏心啊！上帝中意阿伯唔中意佢，係咪啊？三個理由咯。第一，我行先，你跟我，點解唔係我？我做得啱，係你做得啱啫。第二。
妒忌佢，佢成功我失敗。第三，佢覺得上帝偏心，佢要除去個對手啊，明唔明啊？佢將殺咗佢。好啦，三個理由咯。咁呢啲咧就真係講唔清楚啦。我最近喺度睇一本書啊，叫做即係中國嘅歷史啊。我哋而家咧即係做嘢冇以前咁忙，所以爭 grant 啊咁樣啦嚇，即係 tenure 都攞幾十年啦。咁啊，於是咧就睇埋啲咁樣嘅西漢大冤案。個西漢大冤案咧，公元前154年咧，有個叫邵錯啊。阿邵錯咧就係西漢嘅時候咧，阿漢文帝、漢景帝呢兩個皇帝咧，好重用嘅一個人。哇！佢呢個人咧就唔係無用之才嚟噶，真係有才有學，文章又好，學問又好，睇嘢又準確，做事又精明。唯一唔好呢就佢冇人際關係嘅，得罪好多人啊！朝廷上面所有嘅人都得罪嘅，點解呢？佢覺得佢自己威水啊！我叻過你，我講嘢好過你，我睇嘢清楚過你，咁皇帝又鍾意佢。好啦，咁啊散啦。佢後來呢就覺得呢個皇帝嘅勢力出問題，咁啊呢啲呢要講歷史就好長啦，講唔完啦。咁佢呢就向嗰個皇帝話呢，話不如你削藩啦，削藩者咧就係當時咧嗰個當時漢朝咧就揾啲藩王啊嚟到包圍住佢個中央嚇，叫做中央。咁啊藩王咧就係佢嘅親戚嚟嘅。咁啊點知嗰啲藩王咧就開始勢力好大啦。咁於是咧就 threaten 即係壓制個中央，並且咧威脅個中央。咁啊邵錯咧就話：你咁樣落去咧長久為患㗎。你想保住你個朝廷咧，你就不如咧除削藩。將佢哋啲藩王嘅制度廢曬佢，咁啊死啦！一講呢句説話，所有朝廷嘅人咧就話：啊，你睇嗱，我哋有機會整低佢啦！咁於是咧就攻擊佢。其中一個人咧叫做姚安啊，個姚安咧就同皇帝話咧，同皇帝話咧，你而家咧一定要即刻斬咗啊邵錯啊！如果唔係咧，你個國家就亂噶啦。佢話咧，嗰啲藩王咧就起嚟作反。咁啊，所有其他嘅人咧都妒忌阿邵錯啊嘛，因為佢叻，因為佢功勞大，因為上帝唔係上帝，因為個皇帝啊偏愛佢，咁所以個個咧就係我頭先咁講啦，該人點解要殺阿伯啫？因為上帝接耶和華接納佢，佢妒忌佢，同埋咧佢要除去佢對手，因為佢偏心，一樣嘅道理啊。咁啊，於是咧就揾個宰相喎。嗰陣時嗰啲宰相唔係一個嘅，幾個宰相嘅，中尉叫做中尉，你以為係一個官，因為兵以為係美國嘅兵叫中尉，其實唔係，中尉係當時嘅一個宰相，咁啊叫個中尉去佢屋企，哇！真係啲手段啊幾毒辣。國王帝話：好啦，你殺。咁佢咧就揾個中尉去，中尉就係宰相，個宰相咧親自去揾阿邵錯，同佢話：皇帝要召見你啊，你著好曬衫上去見皇帝啦。邵錯咧將佢最靚嘅朝服啊著咗。佢仲咧揾架好靚嘅車，而家就 Rolls Royce 嚇，唔好咁靚就 Benz 咁啦嚇 ，Rolls Royce 啊嗰啲法拉利就唔得啦，因為嗰啲坐咁細架車點樣去見皇帝啫？梗係要揾架豪華大車嘛。好啦，咁我揾架大車去接佢咯，揾個 Rolls Royce 去接佢。咁啊，邵錯威水啦，著曬皮朝服咁樣坐喺後邊。你架車你估揸去皇朝啊？唔係啊，揸去東門啊，揸去京城嘅東門啊。拉咗佢落嚟啊！腰斬啊！呢啲咩叫腰斬啊？腰斬咧喺個腰度斬佢，斬咗一個人唔死噶。腰斬個人唔死噶，要幾分五分鐘之後先死啊！你諗下啦，冇咗個下身，咁點解會嗰個大血管會唔流血死啫？因為你痛得滯嘅時候咧，嗰啲血管收縮啊，收縮咧咁就嗰啲血冇流得咁快，明唔明啊？咁啊五分鐘先死啊！你幾慘啊！腰斬咧係。所有中外啊，古今最殘酷嘅一個刑，用咁嘅方法整死佢，自己最深愛嘅臣子，因為俾人哋講一句説話，咁呢啲就昏君啦，呢啲就係個頭腦出問題嘅人啦，即係好似我咁照講下，有啲人咧就個腦係有事噶，做皇帝嗰啲大半個腦都有事噶，就係個腦冇事嘅就唔做得皇帝嘅，有事嗰啲做得皇帝。好啦，咁啊做皇帝嗰啲人咧。就弊啦，就呢聽咗人咁講，最好嘅臣子將佢腰斬。我陣先再講腰斬呢件事啊。
你想想人呢就是这样的，没解的，即是你好好地做人不一定有好报的。所以呢我就告诉你听话呢，没有信仰呢就不得的。你在个没有神的世界里面你怎做都是就是找自己玩的。我最后的时候我才讲回这件事，我想讲的呢就是你如果没有神你就没有准则的了，你没有准则你就不知道怎做，不知道怎做你就没有法子活下去的，其实呢你就是在这里打滚的。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无论是成功无论是失败，那个不要紧的，我们要做得啱，我们要做神要我做啱的事，清楚我的意思没有？好啦，这个是第二个为什么，第三个了，好啦，我们看下面啦，一起读。该隐和他妻子同房，一起读。他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字给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了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阿大，一个名叫洗拉。阿大生雅伯，雅伯就是居住帐篷畜牧生畜的人的鼻祖。雅伯的兄弟名叫尤伯，尤伯是所有弹琴吹笛的人的鼻祖。洗拉生了土伯，该人就是打造各样铜器的人的匠人。土伯该人的妹妹叫拿马。拉麦就对两个妻子说，阿大和洗拉要听我的话，拉麦的妻子要听我的说话，壮年人如果伤我我必杀他，青年人损我我必害他，人如果杀该人要遭报七倍，人如果杀拉麦要遭报七十个七倍。这段经文讲什么？这段经文就说呢，开始文化了，人开始有文化，开始呢能够建造帐篷，即是你要帐篷要找羊毛啊，织成线咁样，然之后咧，或者你种出嚟嘅棉花织成线，以前就未有棉花，我估用羊毛织成嗰啲线咁，然后打一条毡咁样，开始织帐篷啊，咁就文化开始咯，即系手艺啦。文化者加工嘅人加工嘅叫做文化，譬如呢张凳系文化嘅一部分，点解啫？唔会有天然有张凳噶，你要人加工，要咁样整埋佢。呢、这个microphone系文化嘅一部分。这个台是文化一部分，这个建筑物是文化一部分，文化者就是人经过人手加工出来的东西叫文化。好啦，咁文化呢就开始呢即是兴盛啦。文化就是这个帐篷，帐篷之后呢有吹笛和吹弹琴吹箫，那时已经开始呢有音乐啦。然后呢就打造各样的铜器啦，那时是铜器时代。咁就然后呢就咁你话好啦，係好啊，我冇否认呢啲係好事。个问题呢有黑暗嘅一面嘅，你睇下面啦，拉麦呢就同佢两个妻子话，如果有人杀我啊，遭报七十倍啊，佢话几恶啊，即係你咁虾我，我杀晒你。我头先讲嗰个姚错啊，你估淨係斩佢腰斩啊，所有家人啊牵连过佢啊，墙上面挂佢啲字画嘅人啊都拉去斩啊。七十倍，七十个七倍，这个呢就是人的恐怖和罪恶了。文化有它好的一面，文化有它坏的一面，人的性情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文化是不是人的问题的出路呢？文化正反两面都有，整个城市那个希列文的原文呢是一个守望楼的意思啊，个 city 其实是一个守望楼咁解啊。咁所以呢我哋又冇啦，我哋中文呢就冇呢个咁样嘅字根。但係呢城市呢其实是守望楼，咁点解守望啫？就係、是、要防备嘛，要保护自己，要排外，外边人唔准入嚟㗎。出于咩呢？出于唔安全感，出于呢要自己保护自己利益。你话呢个文化系唔系好啊？梗系唔好啦，梗有唔好嘅一面啦，最低限度。文化梗有一个自私自利排外睇唔起人嘅情面嘅，睇嗰啲人呢冚唪唥乡下人啊，冇文化嘅咁样。大陆呢我哋香港人冇少咁样㗎，你好少话呢，唉，你係咩八乡啊，新界八乡嚟嘅咁样，冇㗎、啊、新界八乡，我哋校长都係新界八乡嚟嘅。咁之類啦，你即係你唔會㗎。到去你去中國嘅時候呢，開始呢就知道嘩啲、哦、人冇文化嘅，佢鄉下人嚟嘅。咁你話點解鄉下人就冇文化啫？你唔明㗎，其實呢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我哋唔明白嘅地方啦。
城市文化中排斥的态度的。咁啊，当然城市有好处啦，佢有建设，有艺术，有享受吓建设。我嗰日听呢个电台，原来咧阿 Mendelssohn 写一个唔知乜嘢啦 ，symphony 嗰类啦。咁佢就话咧，佢嘅内容咧其实系问一个问题，究竟啊诗 poetry 对人嘅影响大啊，定系音乐对人嘅影响大啊？咁吓，我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嘅。究竟诗，我讲过徐志摩吓，徐志摩嘅诗究竟对我哋影响大啊，定系音乐对我影响大咧？我两样都唔听嘅，咁咪就系我哋啲冇文化人就系咁样咯。有文化嘅人咧，就对于诗啊，对于音乐啊，都好有兴趣。好啦，咁啊个问题就咁啦，呢啲冚唪都好嘅，俾你享受，俾你觉得生活有一种升华。那个困难咧就系咪出路啊？呢、这个文化可唔可以解决人嘅问题啊？可以。可唔可以制造人嘅问题？可以腰斩，你点样可以识得腰斩？斩完个人唔会死嘅，就系佢做过啦嘛。佢知道咧，哦，斩咗人下身嗰啲咧，就唔系影响即刻影响你生命嘅，系你上边个脑啊、个心啊嗰啲咧，先至系可以维持你生命嘅。如果斩咗你下边个身，咁你咧就会喺地道点嚟点去，点成几个字先死嘅咁样。咁佢就要咁样嘅方法嚟到整死你。呢个文化嚟嘅。你冇文化嘅人识唔识咁做？你非洲人有冇腰斩啊？冇噶嘛？点解冇咁嘅腰斩啫？因为佢唔识呢样嘢啊！佢个心系乜嘢？个脑乜嘢？你同非洲人讲嘢，佢冇呢个文化了解。中国人有，因为佢文化高，所以佢识得咧喺汉朝嘅时候已经腰斩。呢个文化嘅可怕，腰斩咧直到雍正十二年啊，1734年先至废除嘅。中国系成一几千年都腰斩啊！最后被腰斩嗰人咧叫做余鸿图啊！阿余鸿图点解被腰斩呢？真系冤枉啦！佢有个妾侍，咁佢咧就做考官嘅，即系考嗰啲唔知咩进士咁样啦。那个妾侍咧就将佢个史题咧拎去卖咗收钱，自己入袋去花天酒地咁样啦。因为咁样嘅缘故啊，阿余鸿图咧就俾人查到话佢唔系佢自己卖喎，系佢妾侍卖。个妾侍卖呢个试卷试题俾人，咁于是咧佢就要腰斩啦。你又惨唔惨啊？于是咧拉佢腰斩，好啦，斩咗之后咧，阿余鸿图咧就唔死，喺地下度咧乱咁滚。点解喺东门我就唔知啦，呢个要慢慢查一查吓。好说唔好话喺南门、北门、西门，梗系东门嘅腰斩。咁点解咧？真系唔知喎。咁啊，好啦，喺地下度咧，佢就用自己嘅血啊写咗7个惨字啊，咁先死喎。你几惨啊？惨唔惨啊？好啦，咁啊呢件事讲翻俾雍正听，雍正咧杀得人多啊，佢自己都有啲良心啦，我估。咁啊谂下咧话，喂咁样都或者唔得啦，以后咧就唔准腰斩啦。咁啊最后中国历史上边1734年雍正十二年嘅时候咧，之后就冇再有人腰斩啦。文化可以解决人嘅问题，文化可以制造人嘅问题，呢个系我的意思。最后我想讲嘅咧就话好啦。咁文化咧就系快乐，可唔可以解决人生啦？追求快乐可唔可以解决人生？我喺北京讲学嘅时候咧，有个人走嚟问我，佢话佢系读呢个 neuroscience 嘅。佢话而家我哋知道咧，人有呢个快乐嘅网路啊，有个 circuit 叫做 perpet circuit。个 perpet circuit 咧就系管人快即系情绪啦，最低限度都有一部分系快乐。咁佢话咧，如果你刺激个人嘅，佢人都几好头脑噶。佢话你刺激个人嘅快乐网络，个人咪就快乐，快乐咪好多嘢都唔使担心咯，系咪？佢见到痛苦嘅事，佢又唔会痛苦啦，咁咪可以解决人嘅问题咯。我话咧呢个问题啊，好早都讨论过啦。我同你讲，最后呢15分钟嚟讲呢个故事，快乐可唔可以解决人嘅问题呢？科学到大脑嘅快乐网络咧，有啲认识嘅，即系有个 circuit 嘅我嘅脑。咁啊，可唔可以解决人生嘅问题啫？今日好多人咧认为追求快乐、生活嘅刺激啊，就可以解决人生破碎同埋人类嘅痛苦。呢个文化啊嘛，啊，我哋既然咧有呢个文化，知道人嘅有呢个科学文化一部分啦，知道人嘅大脑里边有一个 circuit 系管呢个快乐嘅。咁啊，如果我哋去刺激佢，咁佢咪快乐咯？咁你话平时人快乐点快乐啫？平时人快乐咧，因为有快值得快乐嘅事刺激嗰个快乐嘅网络，先至会快乐嘅。明唔明我意思啊？唔系话嗰件事咧就等你快乐，嗰件事
入咗你个脑度，刺激你个快乐网络，咁你就快乐啦。咁样明唔明我意思啊？咁你又冇件事，你净系插条电入去，插条电线入去，个 electro 入去，刺激电极入去，刺激佢个快乐网络，佢就系唔快乐，佢都变咗快乐。咁得唔得啊？咁样吓，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好啦，咁啊，今日有好多人以为咧，追求快乐咧就可以解决人生破碎同埋痛苦啦。咁呢个系好值得谂嘅课题嚟个。快乐呢就一般呢可以我先讲啦，不从事情中获得啊，可以喺权力、喺金钱、喺刺激、喺成功、喺性欲、喺赌博、喺毒品、喺药物，乜嘢都可以造成你快乐。因为刺激呢个网络嘛。咁你话唔用呢啲，淨係单单刺激个网络得唔得啊？得啊。好啦，咁啊刺激快乐嘅网络呢，人生嘅问题系咪就可以解决呢？咁样呢个文化想解决人生问题嘅諗法啦。呢个呢就个快乐途径啊。蓝色嗰啲呢就係、是、嗰个网络啦，即係喺个 VTA 嗰度，你话咩叫 VTA 啫，唔好理佢啦。唔系车咁解，有啲车叫 VTA 㗎，你唔好理佢。嗰、那个呢就係、是、或者佢都系想用呢个名嚟整架车咁等你觉得快乐啲㗎揸起上嚟。跑车多数都系。咁于是呢佢个 VTA 呢就有啲通道咁去刺激你个脑，咁你就快乐啦咁样。好啦，咁啊 ,50 年代呢就54年代呢就有两个科学家喺呢个 McGill 啊就諗啲咁嘅嘢喇，就话呢不如我哋搵啲老鼠刺激佢快乐嘅网络，咁或者佢变咗好快乐咁就得囉咁样啊，咁啊做老鼠之后就做人㗎啦，咁啊头头做老鼠先啦咁样。好啦，咁啊呢个呢就係、是、嗰个整插电线入去个脑度啊，呢两条黑色嗰、那个，咁呢个就係佢快乐嘅网络嘅一部分啦。咁呢啲咧就駁咗去嗰個掣嗰度，咁佢就可以刺激佢自己嘅快樂嘅網絡啦，明唔明啊？咁呢個老鼠咯，呢個老鼠上面有嚿嘢咁樣插咗啲電線入去個快樂網絡度，咁啊孭住佢，孭住佢咧，咁你就擺佢入去一個叫 Skinner box 度。呢個 Skinner box 咧就係呢個老鼠咯，呢個咧就係當時嘅個圖啦。咩老鼠頭上邊有嚿嘢嚇，睇得唔係幾清楚啦。咁啊，嗰個電線咧就係插落嗰嚿嘢度，就駁去嗰個機器度。咁啊喺下邊咧就插咗啲電線啊 ，electro 電極啊，入去佢個快樂網路，明唔明啊？咁佢咧就喺個 Skinner box 度，個 Skinner box 咧有個掣嘅。咁有個掣咧，佢一撳嘅時候咧，佢就通電噶啦，通電咧就刺激佢個快樂網路，明唔明啊？佢撳佢就刺激佢，得嘛？清楚啊？係。你睇唔明就唔知我讲乜㗎啦，你要睇明佢先啦。佢一撳嗰、那个掣呢就通电，通电呢佢就刺激咁样得嘛啊。文化呢啲系啊，你话我哋諗唔到嘅，咁所以你就唔出名囉，就係、是、人哋好嘢啊。五四年已经諗到啦 ,ok, 刺激大落。两个人啊 ,James Oates 同埋 Peter Milner 喺 McGill 啊。McGill 五四年嘅时候呢好威水㗎。咁后来呢就法国要读法加拿大嘅法國部要獨立啊咁樣啦，咁搞到呢 McGill 而家好水皮㗎啦，廣州大學咁上下，中山大學啊我嘅同學嗰間大學差唔多明星咁啦啊，差過香港大學啊，而家 McGill 呢就係、是、中山大學嘅水平。咁啊好可惜啦，嗰陣時呢就好進步㗎 ,James Oates 同 Peter Milner, 呢兩個呢後來都去曬 Harvard 啊。好啦，咁啊佢呢將電極啊插到15隻老鼠嘅裏面，嗰、那個 amygdala 嗰啲唔好講啦，要佢自己嚟控制佢刺激佢快樂嘅網絡，明唔明啊？知道啊 ？OK， 咁後來點啫？老鼠啊，就用按鈕嚟到刺激佢自己快樂網絡咯，即係佢自己控制，唔係我哋控制佢。結果呢隻老鼠啊，按鈕啊，多達滿分鐘700次啊，一秒鐘撳十下，十幾下，為咩啫？為咗要快樂啊！搏命撳啊，老鼠都會快樂㗎喎，唔係淨係人會快樂㗎，你咪以為老鼠唔會快樂，即係你屋企有老鼠。我屋企而家呢即係落完雪啦，成日都下面有老鼠㗎，日日都好臭啊，因為我攞啲老鼠藥整死佢，咁有隻老鼠仔咁樣死咗喺度㗎。咁我見到一隻啊，老鼠呢好聰明㗎，即係佢又知道快樂㗎。佢呢撳個掣啊，撳到每分鐘700次啊，結果點呢？有两隻老鼠啊，撳到不吃不喝啊，几日之后死咗啊！你几惨啊！佢为咗佢快乐啊，佢撳到咧唔食嘢又唔飲水啊，咁啊死咗啊！
知唔知咩叫死咗啊？死咗啊，老鼠啊！要快乐，为快乐而死啊！实验证明咧，快乐网络啊，对老鼠行为有强烈嘅控制啊！咁啊好啦，咁啊做人咯，七零年嘅时候喺美国有个人啊，喺 Indiana 好似又用两个人嚟做同样嘅实验，搵人嚟做实验，有相似嘅效果，嗰啲人咧搏命揿个掣啊，但好似咧冇咁强烈，即系嗰两个人冇死到。咁啊呢件事咧就过一阵系有人知噶啦，点解有两个人成日喺度揿掣嘅咁样？咁结果咧，嗰间大学咧就知道呢件事咧，就话人权道德问题咧就开除咗阿 Heath， 又唔准佢再做呢个问题。咁所以咧就以后咧冇人再做啦，呢个问题呢实验冇人再做啦。咁点解冇人再做啫？就是、因为咧侵犯人权啊嘛。咁你个事实就唔使再做啦。个事实已经话俾你听咧，刺激快乐嘅网络咧就系、是、造成一个沉溺嘅网络啊，沉溺嘅网络就系上瘾嘅网络，同样嘅。你夾硬去刺激佢，佢就會變成沉溺㗎啦。咁你話點解平時快樂唔聽音樂聽得多唔會沉溺？咁就係我哋要考慮嘅問題啦。聽音樂聽得多唔會沉溺，過拉小提琴唔會沉溺，食嘢唔會食嘢，間中有時都會㗎，食好多朱古力都可以上癮㗎。但係咧有啲嘢就會沉溺啊，嚇，譬如鴉片啊、大麻啊、食煙啊、飲酒嗰啲會沉溺㗎喎。點解我一陣解你聽？所以刻意追求快樂嘅感覺啊！为咗刺激而追求刺激咧，就会产生沉溺。呢个我哋知道噶啦，几十年我哋已经知道呢个了解，医唔到佢哋咋？快乐嘅网络点解会变成沉溺嘅网络呢？就系你越揿佢啊，佢嘅回报咧就会减少。咁你话点解咁样啫？呢个你问上帝啊，上帝做你嘅。上帝做人个快乐网络咧，就唔可以俾你一路去刺激佢嘅，无缘无故去刺激佢嘅。佢要有意义嘅嘢刺激佢，佢先至可以快乐噶。佢话冇意义刺激咧，咁佢刺激得多咧，佢就个快感咧就会减少噶啦。即系头头揿嘅时候咧，好快乐，再揿冇咁快乐啦，再揿冇咁快乐，所以佢揿700次咯。因为佢搏命揿啊，佢先至可以想达到翻佢原本个快乐嘅 level， 明唔明我意思啊？咁点解会回报减少啫？你话哦，好简单，我哋而家咧，所以咧快乐要喺意义嘅里边得到嘅。咁点解啫？因为咧刺激产生嘅快感啊，慢慢咧回报就会减少噶啦，你就要搏命去追佢，追佢嘅时候咧回报就越来越少啦，就成为沉溺啦。沉溺咧为咗追求更多嘅快感引起嘅时候咧，你沉溺就越来越深啦，结果咧就行为失控，不能自拔，整个人生咧就被摧毁啦。咁你话点解会咁样啫？因为同一个介质啊，叫做多巴胺有关嘅。个多巴胺咧。所有沉溺啊，无论是药物或者行为，都是影响的一个叫多巴胺。我哋知道，即系佢影响好多好多地方。不过其中个 common factor 就是 dopamine 多巴胺。多巴胺跟回报快乐、刺激同埋记忆都有关系。虽然有呢个理解啊，科学只能够对少少嘅沉溺嘅行为有啲帮助，因为咧快乐必须喺生命嘅意义同人际关系里边嚟到获得嘅。记忆可以造成引起啊，所以成瘾嘅行为好难戒除。你已经戒咗烟啦。我嗰日禮拜五晚同蘭州啲人有個 Skype， 有個人咧就戒緊煙嘅，佢就同我話：嚇、啊，我已經戒得好好噶啦。到呢個新年嘅時候咧，二月嘅時候新年，咁啊，因為要送禮啊，翻鄉下要送禮啊，人哋送禮俾我，我送禮俾人啊，咁多數都送煙啦，一條煙咁送俾你。咁佢話咧見到就開始引起啊，明唔明我意思啊？你點解啫？你話點解要見到會引起啊？個多巴胺影響你個記憶。个 dopamine 影响你个记忆，你记忆影响之后，你就会 trigger 你嗰个成瘾嘅网络，成一个网络咧就 trigger 你。咁佢以前咧就又试食翻好多，咁喺香港翻咗嚟之后咧，而家开始慢慢戒。佢话而家咧又戒咗好多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咧成瘾嘅行为系要根据圣经嘅治疗嘅。我哋而家醫院裏面咧，所有戒酒、戒煙、戒毒嘅人咧，我成日見到嗰啲人，我同佢話：啊，你一年嚟我哋醫院幾次有鬼用咩？我話你 you have to rely on high power， 咁佢哋都同意噶，不過佢唔肯去啫嘛。好啦，咁啊點解啫？因為咧嗰、那個呢、這個係其中一個圖解啊。嗱，你睇咧呢、這個人咧就係一個左手邊嗰個人係正常嘅人，正常嘅人咧個腦裏邊咧嗰啲多巴胺幾多噶嚇、啊？明唔明啊？紅色就多咁解，唔係話個腦發紅咁解。是说呢佢多咁解。好啦，
咁呢個人咧食冰毒啊 ，methamphetamine 食咗咧佢就冇嘅，點解啊？即係因為佢已經用曬啦，佢刺激佢刺激太多啊，冇咗啦。咁咧佢到十四個月之後 ，14 months 啊，唔食之後十四個月啊，一路停戒十四個月，佢先至咧嗰個多巴胺咧變翻到正常咁多。你話所謂戒毒難唔難啊？就係因為咁解咯，即係你刺激佢用冰毒嚟刺激佢，佢咪頭頭出好多咯。嗰一陣你再刺激佢，佢出唔出咁多？咁點解個腦唔同你合作啫？上帝做人係咁樣嘅，冇解嘅。你冇辦法可以，我唔知點樣解啊，冇得解。你話我哋第日咧改良人種得唔得？咁啊唔知啊。你嗰啲你另外諗啦，我估啊唔得嘅。不過咧呢、這個就係因為多巴胺嘅緣故產生呢、這個沉溺嘅問題啊。美國普查啊，15%嘅人呢、這個好保守噶啦，15到65歲人有藥物就係、是、酒啊、可卡因啊、cocaine 啊、鴉片啊咁。而家我哋以前我嚟美國嘅時候咧，醫院住院嗰啲病人最多啊1/10係有呢啲成癮嘅問題，而家咧幾乎80%以上啊係有嘅。咁你點搞啊？你話美國而家呢個成癮嘅問題已經不能控制啦。好在我哋中國人咧就比較少。不過如果你個細仔第日去嗰啲大學嘅裏面，譬如 State University 嗰啲呢，就你要好小心至得啊！我估中學你都要問佢㗎，咁講你要問下佢有冇人叫你食毒品啊咁樣啊？美國估計40%嘅人大麻沉溺嘅，而家大麻變咗合法啦。咁你話呢啲呢就真係傻啊！所有醫學會呢都反對大麻合法，政府呢一意孤行。美國估計40%嘅人都有網絡沉溺行為啊，上 internet 嘅沉溺，上網嗱黃色嘅多數都係男人啦，女人都有嘅。購物就係女人多，男人都有。賭博咧就男女都有，就咁樣啦嚇。網絡嘅沉溺咧就估計啫，因為好難攞呢啲資料啊。咁你又死啦！全國國家有40%嘅人係有沉溺嘅問題，你話係咪普遍咧？點解會咁樣啫？因為人要追求快樂啊嘛，佢以為追求快樂咧，從賭博裏面追求快樂，人生嘅問題就可以解決啦。賭啊，澳門啊，2013年賭徒下注 US billion 50 billion 你嘅幾多錢啊？美國啊，最大嘅嗰個地震啊，1994年都係損失25 billion 咋，一年賭徒下注嘅賭款啊，等於2倍咁多啊！你估計下幾多錢啊？澳門咧自己哦 ，Las Vegas 好渣啦，得7 billion 咋。澳門啲嘢犀利啊！即係而家全世界嘅賭注中心啊！好啦，澳門政府咧估計2014年啊下注嘅賭款啊會增加 15%， 增加到58 million。如果你話每年 15% 咁樣落去啊，從自由行啊，澳門政府知唔知咩叫自由行啊？知啊，有啲知，有啲唔知，唔知嗰啲自己上網揾啦。因為自由行啊，澳門政府相信從中國嚟嘅賭客以後咧會繼續增加 15%。咁於是呢，我哋如果估計每年都增加 15% 啊，如果咁樣落去啊，4年後啊，個賭款就已經超過100 billion 啦。你計下條數，得唔得人驚啊？點解會咁樣啫？人想快樂啊嘛，佢知道蝕㗎，佢唔係佢主要賭唔係咧諗住會賺，當然佢希望係賺啦。但係咧呢個係個引嘅問題嚟嘅。我話你聽下，有個美國人啊，叫 Maureen O'Connor， 你喺到我咁嘅年齡咧，你會 ARP 咧會寄一份嘢俾你嘅，唔使你自己要求嘅，佢就寄俾你噶啦。咁佢點解知道我今年90歲啫？咁我唔係幾知啦。Anyway， 佢寄嚟嗰份嘢裏邊咧，有一次咧就討論呢個叫 Maureen O'Connor， 佢係 Jack in the Box 創辦人個妻子。Jack in the Box 咧就喺加州至有嘅，喺呢度好少係咪啊？西岸先有啊。咁啊，創辦人好有錢喎。佢仲做過1986到926年做聖地亞哥市長，我哋諗下做 mayor 啊，呢個女人咁威水喎。但係咧，佢2001年到2010年開始賭錢啊，每年咧損失1 billion 啊，10億美，唔係每年嗰10年嘅裏邊損失咗1 billion。佢話佢賭到咧 Las Vegas 啊，即係你打電話去，佢就揾架直升機嚟接你。接你之後咧，就接飛你唔知去邊度咁，然後咧揾架 Rolls Royce 嚟車你去賭嘅，咁樣嘅，即係唔使俾賭款嘅，唔使俾酒店，唔使俾嘅，咁你自己賭啦，賭嚇佢每年咧就佢1 billion 每年蝕1 million 咯嚇，咁啊當然有賺噶，先至會蝕啊，點樣點解會咁樣咧？咁佢後來咧就蝕咗1300萬啊，蝕咗 thirteen million 啊。
咁咧就亏空咗佢丈夫设立嘅慈善机构200多万啊！结果咧，美国政府控告佢，因为佢 dip into 个trust fund 啊嘛，唔系佢噶。咁啊，政府控告佢，政府控告佢咧，佢就咁样讲啦。咁佢而家医翻好啦，而家2010年到而家4年，佢冇再赌啦。佢话你越赌越大啊，可是你越就要越赌啊，你越赌越大就越想赌。但是你却并不满足，这个就是人生的问题了。你说文化可以解决人的问题，追求快乐可以解决人的满足。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基督徒大概都不会的，我们就是碰见失败的时候就痛苦咯。我已经说了，我说神就不一定给你天色长蓝成日都成功的，他要你在无论任何一个情况里面都做得对，那个是上帝的要求。非基督徒呢，我想告诉你听，你如果觉得不用神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我想你就不用想了。好了，结论了，信仰有什么根据？你问我，那为什么你信神呢？我说所有圣经和大自然是神两个启示来的，科学和信仰都是对神启示的两个回应。对自然的大自然的启示，我们用科学或者其他学术音乐这样来回应。对圣经呢，我们用信仰来回应啦。信仰有什么根据啫？为什么你信耶稣？昨天我去有个讲座嘛，我昨天在这个 Lexington 之后呢，有个人走来问我，为什么你信耶稣啊？咁样，即是他不是问我讲座的题目。咁你知呢，他讲座有时呢，啲人问你乜嘢都有的。咁他咁样问呢，我就答唔到啊。返去屋企呢，我就諗咗一阵，我觉得好后悔啊。我觉得呢，他可能从来冇机会问过人，我又答佢唔到。我想过之后呢，我就觉得可以答佢啦。所以我今日呢将呢三个答案话俾你听。点解我做基督徒啊？第一个，从神创造嘅奇妙嘅里面，你就可以睇出呢，呢个大自然有个设计。即管系用进化嘅方法，佢背后都有个设计嘅。神需要有个设计，个进化嘅目标同埋个过程，咁先至呢进化可以完成嘅。呢个呢就系第一个理由啦。神创造嘅奇妙，我相信神。第二，人生的意义，冇神呢，人生的意义就是我刚才讲了，文化有好有不好，搞到一大餐，即是你都不知道搞到什么出来的。除了在神的里面你找到人生命的意义，冇话只可以信神，冇话只可以找到的。第三，因为神爱我，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这三个理由。这些呢就不是压倒性的证据来的，你不会觉得说呢，哇，我一定要信啦，这样没有的。我不是告诉你听，我说我在 Springfield 两年前讲道的时候，有个人走来告诉我，他看见个风向着间屋来祈祷之后，忽然间转个方向走过之后，他不是感谢神的，他说呢，如果我不祈祷或者个风都会转，你就会这样了。个人，我告诉你听，上帝不会压叫你呢按你个头。我仔送一幅画俾我，就上面咧有广东话嘅成语，有几个人捉住只牛揿佢个头，嗰个就揿牛唔饮水揿得牛头低，明唔明啊？吓，仲有好多嘅，唔知有只，之后大笨象喺天度飞，我谂唔到嗰个系乜嘢成语。咁啊，呢、这个我话俾你听啊，上帝唔会咁做嘅，冇话揿你个头饮水噶，冇唔会噶啦。你需要嘅系谦卑，需要抉择。你想我这三个理由，第一，在神创造的奇妙，你说进化没道理的。你想想只眼这么复杂的一个进化，中间那个阶段呢没有用的。你说个翅膀用来飞，中间阶段那个进步没意思的，即是未成完全成一个翅膀的时候，又不飞得的时候，那个翅膀用来做什么呢？除非有个目标，除非有个引导，进化是没有意义的，不可能成功的。你翻去谂下啦，唔系决定性嘅，唔系压倒性嘅，揿你个头一定要你信冇咁嘅。但系你话咧，我系信仰冇理由嘅，就是、你呃自己嘅啫，梗有理由嘅。神创造嘅奇妙，人生嘅意义嘅里边，点解腰斩唔得啫？有咩理由啊？你话嗰个人做错事咪腰斩咯？点解妒忌唔得啊？你话唔得就唔得啦，冇解嘅。呢就系出问题啦。上帝嘅标准就话俾你听唔得嘅。然后呢，上帝的爱，上帝爱我，为我舍己，这三个理由就是我信神的理由了。我盼望我们大家想想，我盼望我今天记得两件事。第一件事，失败不是最重要的东西，面对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做对的事，那个是最重要的。我希望你记得这件事，你读到该人的故事的时候，你不去想想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该人，那个不是最重要讨论的问题。
上帝要佢嘅就话，上帝唔接纳佢嘅祭物之后啊，佢要做得啱啊，嗰个系上帝关重嘅嘢。上帝同佢讲咗两次嘢，好少上帝同人讲嘢嘅记载。创世纪里边记咗两次，就系上帝呢用呢个故事嚟到话俾我哋听，人生嘅里边失败唔系最紧要嘅事，失败咪失败咯。失败之后你点样做，嗰个系最紧要嘅。基督徒，我哋从呢个角度睇，如果我哋中间有非基督徒，我希望你谂下。我哋信仰嘅根据，你想从文化里面快乐嘅里面嚟揾出路呢，死路一条嚟㗎。我先已经俾你睇咗啦，个老鼠又揿七百次，揿咗都系唔食咁样死咗。有咩意思呀？我哋今日点解会上瘾嘅问题上到咁紧要呀？就系因为人想刺激自己嘅快乐网络囉。我哋信仰有三个根据，第一个，神创造我哋嘅奇妙，世界奇妙。第二，我哋喺人喺神嘅教导嘅里边，先揾得到神嘅意，人生嘅意。第三，因为神爱你，喺十架上边为你留舍己，我哋都有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自己俾我哋。